Hello， 大家好，请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茶叶蛋大冒险，继续来当一车聪明的茶叶蛋。上次基本上是串门去这边了，好不好？那目前来说的话呢，是两边敲门的话，基本上都会出现我们二邻居了，好不好？然后一起敲的话也没办法，然后你敲一边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会有这个雪球怪出现哦。那我们先看一下究竟该怎么办哦。那有人说不要串门者回家啊，但是回家这边好像也没办法回。然后有人说是最右边这边可以跳一下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觉得这边哦，果然好不好？哦，别串了，回家吧。哦，原来这才是我们家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真的是要右边跳过来。所以我以前的话，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应该会有一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哦。所以这个果然还是在这边有出现的。走路夜路要小心，然后夜晚的时候是不是夜晚就不要动了？然后白天的时候再动，然后夜晚的时候不要动，白天的时候再动。夜晚的时候不要动，白天的时候再动。夜晚的时候不要动。哎呦，我惊死人哦！哎，还是要移动这个，是不是要移动这个挡住他们？有没有这可能？帮我们一起走。吓死人，被吓死欸！还是我们往我们旁边走，走夜路要小心。欸，蛮恐怖的这个。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弄。欸，这关会吓死人欸，真的。不是我在讲，不过我被吓到欸，要求惊叹号有没有办法？还是我们把声音关掉，把提醒关掉，他就没办法做对我们做什么事情了。还是我们要蹦跳，这个好像是没办法的耶。飞出去嘞，不行。而且我们是跳不到这个箱子上面的耶。对啊，我们是跳。哎，为什么啊？那边开始会有那个恐怖幽灵哎，完蛋！还是我们有那个？对啊，这些都没办法动哎，各位。这些都没办法动的哦，走夜路要小心。但是我在白天走也不行，还是我们要快点，快速的，我们快速走过去嘞。这边夜晚，然后白天，这边会夜晚，然后白天的时候我们快速走过去，不行，到这边，到这个颈椎这边就不行了，他们就会看到我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到这颈椎之后，他们就会看到我了。好 ，Let's go！ 哇，这颈椎的地方蛮大的耶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感觉是要从这边开始努力得加铺吗？重点是这个是不是挡不住啊？对啊，这个挡不住。挡不住吗？看一下啊，这边这样嘞，先看一下这样挡不挡得住。不行，这样还是不行哦。看有点麻烦哦，这个有什么办法？对，没办法，没办法移。没办法上拉，没办法下拉，什么事情都不行。感觉跑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会那个，所以我们应该是晚上的时候这边赶快加速过去之类的。还是其实可以那个，是不是有哪边这个有电灯之类的啊？灯泡吗？难道是这个灯泡？不可能吧！把这个灯泡打开，有没有？它就永远都会亮的，是这样子吗？有这种东西吗？感觉不是欸。是不是哪边有什么灯泡之类的？走夜路要小心，还用这个砸烂这个？不行，
怪怪的，怪怪的，这个咋按这个嘞？也没办法，而且好像只有这个柜子可以用做用途，还是有什么办法？那个什么东西可以砸的吗？不然我们就这样挥挥那个脸，好不好？挥这个脸，不行，这挥脸好像蛮可怕的，不行的、欸，他们有点强哎、欸，完蛋。哪边有那个可以那个，把我们跳回去，不行，哦，出事啦呗，对啊，这个也不能推啊。这边的话呢，先来思考一下到底该怎么办，好不好？感觉这几个东西都只是障眼法而已，然后。目前来说，这几个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还是要摩擦生电。走到这边好像就会被发现了。哎、欸，这边好像还没有哦。哎呦，这边就被发现了，噔，好不好？所以知道我们那个脚椎那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被发现，好不好？这个地方站在这边好像就会被发现了。所以这个脚椎到那个脚椎的另外一边，应该是就是最终回吧。最终回区之类的，有什么东西可以摩擦之类的，有没有办法救一下？有没有办法救一下？有没有？感觉是要升到那个白天的时候，赶快跑出去。飞 ，Go！ 哇，这边没门吗？什么延长时间之类的？哎、欸，好难呢、欸！暂停呢、欸？暂停，不行。哇，过不到另外一边呢、欸，这个夜路。然后这个箱子不知道干嘛。完了，难倒我了，各位，这关死定了，各位，怎么搞？你看一下还有哪边是可以弄的。这个箱子是可以动的，但是感觉这个箱子不是重点啊，它只是一个障眼法的东西。哪边可以开之类的？哪边有问题？哪边有问题？哪边？你都没办法滑，都没办法滑。这几个也不行，我想说这灯泡啊，可能是灯泡吗？说开这个，然后用提示这个灯泡，有没有？加加灯泡，一堆灯泡，无限灯泡，是不是应该无限灯泡之类的？没有哎、欸，完蛋啦、啊、这个，喂喂。我们也没办法，就是连跳啊、哦，连跳也是没办法的。走夜路要小心，哇，要如何小心？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没办法挡啊。如果你说这个可以挡的话，那比较合情合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这没办法，这躲不起来啊！哇哇哇哇！来这边，下面有什么东西？不行啊，各位，真的卡啦，一晚走过去就没了。GG， 各位，完了，真的是没有什么想法了。第一次真的是没有什么想法，来看一下大家会如何解吧这关。这个走夜路要小心，这要求，而且这个还蛮吓人的。说真的，还是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那个。不行啊，还吓死人啊！有什么好被吓的啦，白痴哦、喔！先点一下，这边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点，没有东西可以点。可是有一些可能是要触发、欸，就是可能我们走过去之后或干嘛之类的才会触发那个要点这样子。
有吗？走夜路要小心。那不要用走了可以吗？用跳的，用跳的可以吧？就不是走了啊。哎，刚刚我以为我一瞬间要成功呢，哎，不行哎，这关真的卡了，各位，完了，各位，那你们觉得走夜路要小心这关卡要怎么解决这几个这个幽灵点呢？这关卡我觉得确实蛮有难度的，而且我已经把能够用的地方都已经用过了，所以代表这关应该又是要有一大堆那个什么，就是秘密的这个环节吧，感觉好不好？还是我们可以把这打下去也没有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各位观众会如何解这一题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左边跳过了，对，死定了。然后这边这点东西我们也都点过了，好不好？是没什么门用的哦，就是没办法点啊。然后你只要超过这个柱锥这边的话，基本上那个脸就会出现，然后开始来恐吓你或是吓你，好不好？这边那就没门了哦。好，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先玩到这边啦，又是一个大难题，你们能够解得了吗？走夜路要小心，究竟要怎么通关？来，下面可以分享你们一些想法咯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咯，大家拜拜咯。